Hello，大家好，我是 Hero 的 Pan。好了，那么各位，我们今天回到来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然后春天，祝大家新年快乐。可是你看到这个 video 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你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 video 的时候是星期几，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 video 的是年初几呢？也不知道新年过了没有。好了，我应该会在我这个 video 是在2月6号拍的，就是除夕夜前一个晚上拍的，前一个中午拍的。那么我应该会在新年的时候 upload 上去 YouTube， 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了，那么上次我们说到哪里？我们上次玩到哪里了？玩到哪里了呢？对了，我们上次玩到了 Timo 29 level。告诉大家 ，Timo 29 level 是什么意思 ？Timo 29 level 就代表了 Timo 进化了。我上了网看，原来 Timo 是在29 level 进化，而且我上一次在练我的 Timo 的时候，练到一半，突然间差点把它进化掉。可是我为了不要让它进化，所以取消掉了进化。因为我要让大家看看他进化的样子，所以我不能自己看自己爽，所以我一定要拍下来让大家看，所以我取消掉了进化。所以这次我们就来挑战我们的这个什么鬼道馆，雷电道馆。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就再配合这种音乐才好。哇 ，What the fuck is this？ 太帅了吧！我的天啊，五岁灯下的道馆很美吧？灯下的精灵们也很美啊。小菊儿又强又美丽，可别以为是我们这种等级的。作为道馆首领的小菊儿大人和挑战者的战斗，怎么能这么近距离的看到？我也太闪光了呀！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小菊儿，你准备接受挑战了吗？欢迎来到这个舞台，我爱的精灵们和你爱的精灵，哪个的光彩是真的呢？让我们比试比试吧。小菊儿 ，Come on bitch！ 哇，你还丢掉你外套哦？导电飞鼠。哇，这是什么鬼东西来的？这个是飞鼠啊 ！Oh shit， 它是飞鼠啊！你是飞鼠？电子的话，挖洞对你没有效了。如果它是 flying type 的话 ，flying type 的话，挖洞对它没有效，好吧 ？OK， 真的 ，ground type move 对它是没有效果的。然后用没有办法，我们用看我们刚刚进化的 Torn。刚进化的 Torn 没有用过，怎么好意思呢？让你看看 Torn 的样子吧。火焰车。哦，这个是 Roll Sheet， 我知道这招是 Roll Sheet， 命中要害。这招呢，用了 Roll Sheet 之后，就好像是 Bug 开的那个 U Turn 一样的感觉，就是你一用了之后，你打了对方，然后你自己可以回去 Gym Leader 的身边。我可以用起死回生吗？感觉上他打我好痛哎！艾米，我速度比他快，很好，很棒。OK， 他应该用 Rebel， 我觉得他应该用，不是 Rebel， 他应该会用，不是 Rebel 是什么 Potion？ 他会用 Potion， 高级伤药 Super Potion， 他真的用 Super Potion， 所以我们不管他，我们再继续用我们的火焰车。哈，有人着火了哟！有人着火了哟！哦，用 Roll Switch， 啊，他突然死掉了，突然死掉了。哎，没有死哎，因为没有 critical hit， 没有 critical strike， critical hit， what？ 哦，好了，不用你了。用 Sobby 吧，对啦 ，Sobby 就是你啦。Sobby level 30的 Sobby 也是电系的 Pokemon， 看你怎么死了这次。我觉得我用电磁球对他来说应该是 normal effective 吧，因为他虽然是 electric type， 可是他是 flying type 哎。
哎，你这个 crack 才搞零啊，看到吗？静电了啦，活该！明明是电信，你也可以静电。OK， 真的是 normal effective， 很好。再见啦，拜拜！祝你有个美好的旅程。绵绵是什么蓝啊？绵绵是我 ，OK， 绵绵是手臂来的，所以继续战斗吧，绵绵。反正他烧伤了，他烧伤的话，你肯定打得死他。我们要报恩，拜拜。哎，没有死啊，没有死哦，奇迹哦！我用报恩他都不会死，证明手臂还不喜欢我，因为报恩是。你的 Pokemon 越喜欢你，跟你的感情越好，攻击力就越高，所以证明了 Shopee 跟我的关系还很烂啊，靠北。电斑马交给我们的 Timo 啦。电斑马是这个小橘儿的，应该是这个小橘儿最强的一只 Pokemon 了吧？雷电斑马，超越危机，我要拉回粉丝的期待。调查啦，挖洞啦。Oh shit, not very effective. 可是好痛哎 ，not very effective， 这么痛怎么办啊？你有什么 citrus berry 吗？还有 citrus berry 耶，继续挖洞。你对我是没有办法的啦，哈哈哈哈！再见啦，雷电斑马，你死得好可怜啊！拜拜，拜拜！自信过剩，812点经验嘞，麻痹了，心都要融化了。7200，哇，7200，呵呵，真是的，你是个比我想象中更出色的经验。哇，我们的，我。看到后面的 background 吗？变成我了耶！更出色的训练师啊，这迷人的战斗方式让人感动。这个给你。哦，徽章。OK， 第四个徽章拿到手了。这是什么徽章？请问，这是什么徽章？福特徽章拿到手了，耶吼！原来包括福特徽章在内的四个徽章后，和别人交换得来的技能，在等级50之内都会听你的话。再加上这个我很喜欢的技能，可以的话你也拥有吧。福特转换 ，Roll Switch。OK， 这个是一个转来转去的一招来的。和你的精灵非常耀眼，你和你的精灵非常耀眼。美丽只不过是外表，你和小菊儿的强大也是美的一部分。你和小菊儿大人之间美丽的精灵对战，让我深深着迷，实在是太伟大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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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们怎么？等一下，我还没有结束了，我还有一只 Pokemon 的。等一下，请和我们。万岁 ，Kiro 好帅！万岁 ，Kiro 好帅！万岁，好恶心哦！我的天啊！作为训练师的光芒，具备这光芒的你，肯定可以收集所有的徽章，前往精灵联盟的。到时候，你和你的精灵会发出更耀眼的光芒。不给我回去了。Hello， 小先生。小巨人用力华丽的电器攻击，你和你的精灵配合，甚至在他之上，你简直就是超级模特啊！啊，不对，是超级的精灵和精灵训练师。OK， 从春天打到夏天了。然后我们挑战了我们雷电道馆福特徽，拿了一个福特徽章回来，好棒，好开心。然后拿了徽章之后我要干嘛了？请问我现在要去哪里？去 Pokemon Center。 我们现在下一个目标是要去哪里呢？下一个目标
OK。好，各位，请问我们要去哪里啊？现在没有目标吗？没有人告诉我要怎么走啊？哎，这样的话我有点不知所措嘞。哎，哦，对了，我知道了，哈哈，这里被 block 着了。Pain， 等一下，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等离子团，我们就只是站在这里啊，你有看到吗？我反过来问问你，我们对你做过什么吗？什么都没做，但是你们抢夺人们的精灵，这绝对不可原谅。警告你们，我要生气了，我生气了。哎，最近的训练时真是闹腾，是不是把精灵的强大错当成是自己的力量了呢？你怎么样我完全没兴趣，只希望你别妨碍我们。哦，被围殴了。 Kira 拜托了，哇，你不要拉我下水哦，喂，这里四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你拉我下水搞屁啊，拜托了，拜拜。彩铃都杀了，我要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做。你慢慢被打了，我不想理你了。嗨，16号道路的迷雾之声，两年前一个叫索罗尼亚克的精灵变成道家的样子躲在里面。哦，竞争背心是什么？戴上竞争背心的精灵速度会下降，但是成长会增强。有点难用的道具，但也有它的意义。哦，前方16号道路还有奇迹大桥耶。奇迹大桥是什么来的？哦，16号道路。OK， 我们可以啦，我可以回去帮你啦 ，Pain。我现在就回去帮你啦 ，Pain。等我啊，不要被打到，不要被打到鼻孔出血啊！警告你，我来救你啦！呜，我来救你了，行赔了。哈哈哈哈！这可是两年前抢来并锻炼过的精灵，很强的。Come on！两年前抢来并锻炼过的破破袋，你们这些等离子团真的是一堆脑残，抢一只破破袋来干嘛呢？真的是，我真的不懂啊！你们到底是在想什么鬼东西？你们抢都抢一些有用的嘛？你抢破破袋来干嘛？不明白，真的不明白这个世界。哇，手臂这么快 level 21了，31了，够了咯，手臂你够了，不需要再这样子大了，喂，哦，手臂也 level up， 手臂也进化了 ，Oh my god， 哦，手臂的样子有点奇怪啊 ，Oh my god， 太快了吧，我的天哪，我的手臂进化了耶，怎么办？我的提莫都还没有进化，你就进化了，手臂已经到了最强最大进化了，这么快吗？这么快就到最大进化了，恭喜说必进化成了电龙。哦 ，Holy shit！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锻炼的这两年，我们也可没吃，没少吃苦头啊！到我出场了，事情证明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烦嘞你，你好烦呐、啊！哦，这个是女的嘞，女生不肯数，这是什么鬼东西来的？请问，不管了，继续挖洞算了。Ouch！ 哦，命中要害 ，critical hit， 死掉了。这就和两年前的失败一样了，不是开玩笑吧？麻烦了，居然输给两个小孩子。看你们那么强，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吧，我们等离子团正在找一个东西，只要有了那个，就能发挥出那家伙真正的力量。再见了。5年前，
我妹妹的扒手猫被钟离子团抢走了，可是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子，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要变得更强啊，厉害啊！管理很有天分，为什么你妹妹的扒手猫被抢走了，你竟然没有 Pokemon？ 你妹妹有一只扒手猫，结果你什么都没有，这是怎么一回事？请问，然后为什么你五年我跟你是青梅竹马，可是你五年前的事情我竟然不知道呢？你这个到底是把心思藏在心里面吗？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帮助你的？派，你别这样，你别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面，我可以帮助你的。那么 ，what？听着，你要不断完成图鉴，让自己变得更强，帮助我，今后也拜托了。那个 BGM 都变成这样悲伤的音乐，BGM 都变成了这么悲伤的音乐吗？所以等离子团是去了哪里？等离子团去了哪里？他干嘛恢复我的 Pokemon 这么好人 ？OK， 我要拿掉我的 EXP share 了，寄存去。寄存去哪里好嘞？寄存去 TF 的身上，暂时寄存去 TF 的身上。学习装置。OK， 暂时让 TF 携带学习装置。我们的手臂已经31 level 了，开玩笑， 31 level。其他 Pokemon 才20多 level 哎，他31 level 了，靠北太快了。而且还巨大进化的天，真的是我的手臂太争气了。OK， 那么现在我们要去吃一个肉，这里有两杯，我们先选一杯吧。我们试试看选这里是什么样。这里又是哪里？这里有两条肉。五号道路有很多的表演者，这里是五号道路啦。哎，你是谁啊？喂，贝尔 ，Hello， 贝尔，又是你啊！在这里碰到你正好，我刚想也把这个给你。Holy shit! Fly!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Fly! 我们拿到了秘传机灵二飞天，我们拿到了 Fly， HM2 Fly。当然，这是飞天秘传机器。不战斗的时候用那个技能就能飞到想去的精灵中心的地方。话说 Kira 君知道隐藏洞穴吗？不知道是吗？那么我就说明一下吧。树和树之间有时候能找到精灵藏起来的洞穴，这个洞就叫做隐藏洞穴了。等一下，那边我在那边找到了一些声音，听到了一些声音，我的耳朵很好的，一起进来吧。声音好像就是从这里这附近传来的。干嘛？哇，这里有个可以进去的空隙，对吧？进去看看吧。有一个可以过去的缝隙，要过去看看吗？不要，好不容易找到了，进去吧。靠北，你问我搞你呢？哇，这是哪里啊？是精灵，居然藏在这种地方，搞不好是很厉害的精灵啊！好厉害，大发现啊！调查各种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隐藏洞穴吧。哦，所以我看得出来是什么样子，这只是什么来的？请问？你是谁啊？请问你干嘛藏在这里？哦，我懂你是谁了。泡沫狸鼠。OK， 我要抓你。看起来好像是一只不错的精灵，可是我怕我。各位，我不小心按到逃跑了。各位怎么办？GG，我真的是要被我自己笑死了。我本来要转换精灵，结果我不小心按到逃跑，结果真的跑掉了。
OK，我不管了，算了吧，就当我跟你没有缘分吧。OK，各位看到有差别吗？各位有看到差别吗？它这里有个缝隙，它这里所谓的缝隙呢是，就是它被两棵树之间挡着了。你看到吗？这里其他的树与树之间是空空的，只有这个树与树之间有一个小小的通道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它所谓的空隙啦。薛师，你要买我找到的果实吗？只要200元哦，怎么样？想要吗？想买吗？你有什么果实啊？降物防果5个200元，你可真会买东西啊！你没有说你要卖什么东西给我，结果你直接买，直接把一堆东西给我，然后我就当做我买了。我的妈，你去死啊你！哎，这个是全的啊。好了，他们是一直在帮我做面包的精灵，做面包的精灵。糕点是玛丽卡。这里的 Pokemon 才20多 level 哎。三蜜蜂，继续战斗吧。Combi，继续咬就好了，咬断，咬死你们，咬死一只蜜蜂。等等，在外面，你要干嘛？最自豪的精灵用最中意的技能获胜。那时候的训练师肯定是笑得最开心的。哎，等等，各位，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拿到了 HM02 Fly 了，我们拿到 Fly 了，可是我没有 Flying Type Pokemon 怎么办？我没有 Flying Type Pokemon 怎么办呢？Fly 的话是一招非常棒的一招，而且它也可以让我们到处的飞翔。可是我竟然没有 Pokemon 可以用你啊，好可惜啊！不管了，我们现在要寻找一只适合的 Flying Type Pokemon。OK， 我们要寻找一只适合的 Flying Type Pokemon， 它就是希望它可以当成我们的第五个成员。第五个成员是 Flying Type Pokemon。OK， 你好，我是不足道的女仆，我那大腹便便的主人正在急切的寻找好吃的食材。咻咻咻，你的背包里好像有很美味的香味扑鼻而来。可以的话，能将放出这些香味的东西给我吗？哇，你是乞丐吗？你是乞丐啊？那我给你什么？我可以给你一个放出香味，放出香味的东西啊。有什么东西放出香味吗？啊，我有太多红碎片了，给你一个红碎片好不好？嗯，这个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个香味恐怕是满足不了主人。OK， 我给你一些。好了，我看来你是要一些水果是吗？给你一个降物防果。哦，好香的味道，而且这是幻之食材降物防果啊！我出20元能卖给我吗？好吧，卖给你。好白痴啊！天哪 ，Hello， 哦，你是表演者啦，圈圈转转我的回合，圈圈转转你的回合。好白痴。舞蹈家佐野发起了挑战，滑头小子。咬得死你吗？哎，咬不死，哎，被你没有笑。他是 flying type， 哎，他是 dark type 是吗？他是 dark type 还是 rock？还是 fighting time 呢？虚张声势。OK， 这个是 Swagger， 让你的 Super Effective， 让你的
special attack 大幅增加，然后让你 confuse 啊，结果你自己打自己。哦天啊，有点痛哎。好了，很好，死掉吧。OK， 这个呢？你是trainer吗？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正想让水系精灵好好凉快一下；冬天冷的时候，想要火系精灵暖和一下了。哇，这里是什么状况啊？请问 ，What？ Double battle， 看完足球赛后，自己也想发泄一下。只有感受猛烈的战斗，才能进行猛烈的加油。这里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人站在那边？哦，两只泡沫狸鼠哎，这是刚刚在那里找到的 Pokemon 吗？喂，伏面 tricky， 哟，什么鬼懒叫的东西？我咬了一下他，结果我被他的身体着迷了。因为咬了一下他，结果着迷了他的身体。哦，这刀真的是有这个真的是有强到哦，好强哦，我的天哪！Oh yes, Timo 30 level 了，进化吧 Timo， 进化吧 Timo， Captain Timo 进化吧。Timo 的样子有点奇怪，在同一集里面竟然两只 Pokemon 进化，太棒了，真的是。哦，哇，蓝色哦。进化变蓝蜥了，恭喜 Timo 进化为了混混二。Oh yeah， 这里这么多人是干嘛呢？等等 ，Timo 既然 Timo 进化了，那么就现在是 Ton 放前面啦，我们要轮流训练。那个叫查尔斯的训练师相当强悍呐、啊，有四个道馆徽章也必，想必可以和他与他一战。三人对战和旋转对战，精灵对战的种类也好多、啊。你想知道旋转对战是怎么样的吗？是，旋转对战就是对双方分别拿出三只精灵进行精灵对战，然后拿出的精灵一只是前锋，两只是后卫，位置每一回合都会替换。以上就是旋转对战的注解了。我是恋爱男，名字叫做查尔斯。怎么样？你也是训练师的话，就来和我一场旋转对战吧。好吧，不错。但我是爱恋男，名字叫做查尔斯，永远都是无懈可击的。喂，这么，这样大费周章吗？哦，查尔斯哎。查尔斯耶，这个就是你所谓的旋转对战吗？哇，你拿什么 Pokemon 出来？你开外挂吗 ？Oh no， 真的是怎么一回事？我还没有听好仔细耶。纳尼？为什么 not very effective 都可以打死一只一个东西的？这太强了吧！向右旋转，等等，我们也可以旋转是吗？不一定要他们旋转罢了吧？我也可以旋转的。不是，我不要转你，我要转去电龙那里，双臂那里。OK， 我们来我们的电磁球。
哦，这样好玩，你这样太好玩了。OK，这个太好玩了，我喜欢这样的 battle，太棒了，这样子，转来转去。你杀不死我的啦，拜托拜托。象征鸟倒下啦。剩一只圆盖海龟，阿笨你啦！Yes, TF 也32 level， 哎，30 level， TF 30 level。OK， 好了，累了，真是丢脸了、啊。本想教教你的，却被你教训了。不过你看来好像很不错的样子，不对自己的经历很熟悉的话，是赢不了旋转对战的。哦，你走了。我是恋爱男查尔斯，开着摩托追风的男人。你要，白痴啊！你很厉害啊，连查尔斯也真是厉害啊，三只啊，这就是爱，太好了太好了，全部走完了，什么鬼东西呢？这是哪里啊？这个翻卷吊桥，等等，下面要怎么过去？下面哦，这里。这里有个高级商药 ，OK。有个破破袋。来吧。啊、哦，我打到有点累了。艺术家嘞，象征鸟，又是象征鸟吗？这只东西很强吗？看不太出来啊，这只东西强吗？这只东西好像感觉上很强的样子，哎，把我吹走了，靠北啊你！你自己把我吹走，然后丢我的手臂出来，你是想死得更早是吗？你是想要更早死是不是？哦、oh, ，side beam， 为什么是你打我先，不是我打你先？OK， 学习装置可以拿上来了。我们的学习装置可以拿上来了，可以从手臂身上拿上来。TF 身上拿上来。OK， 好。为什么有不同颜色的草？不同颜色的草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哦，一个 Super Ball， 银色喷雾器，嗨圈呢？这是不错的气氛，似乎可以进行令人陶醉的战斗。来来来，含羞包 ，Voodoo， 你选错人了，选错人战斗了。拜托不要中毒，拜托不要中毒。OK， 很好，没有中毒。幸亏没有中毒，毒蚕威，OK， 两次没有中毒，很好。OK， 哦、oh, ，他只有给我个解码果，哎 ，Thank you。哦、oh, ，我明白了，比较深颜色的草丛就代表有两只 Pokemon 嘛 ，OK OK。可是我对你们两只都没有兴趣啊，
不好意思，好好跑吧，对你们没有兴趣，不好意思。没有东西的了，这里两个破破袋，滚开啦妈的！哎，有东西，虾须面。这里有个 super potion 啊，靠北。OK， 这里有个 super potion， 很好。我们先回去，回 Pokemon Center 一趟。那么这一集各位，这一集也差不多到时间了。那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更多的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再见，拜拜。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打算去反转吊桥。OK， 我们打算去反转吊桥。哎，这里有一个反转吊桥，我们走过去看看，可能是有其他的东西还是什么的。这里一个反转吊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吊桥呢 ？OK， 各位，我们下次再回来啦，大家再见，拜拜。